来，我现在来介绍的是反函数。那么首先的话呢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函数。这个函数是一个对应的关系，左边这个叫做定义域，被对应的过来的叫做值域。好，我们对应过来看，对应过来看的话呢，这边是值域，这边是定义域。假如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它这个函数的话呢是要存在的。 那我们的话呢，首先的话，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它的对应回去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对应回去，这个对应回去的话呢，它也要能够符合函数的条件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果就是，它一定要一对一，而且它也要映成。如果它没有一对一，或者是没有应成的话呢，它的话就不能够存在它的反函数，那么。 这是 f 的话是正的对应过来的，反对应回去的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写我们记作这个 f 的话呢，负一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念的是 f inverse，不要念 f 负一次方啊，f 负一次方的话呢，本身来说是它的导数，那么的话呢，这个反函数我们就要了解了，就是说。 它怎么对应过来，我怎么对应回去？于是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一个等式，就是我带一个反函数，带一个正函数，它会恢复原状，它会恢复原状，这两个会，这两个会一样，不论这两个可以颠倒过来都一样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话呢，从这边对应过来，这边对应回去。 会恢复原状，或者是我们这边对应过去，这边对应过来，会恢复原状。这边的话呢，无论是多少，这边就是多少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对于反函数计算上面来说的话呢，我们用一个例题来解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例题。例题是说，假设他给我的一个函数，我可不可以找到它的反函数？那首先的话呢，我要这么介绍一下，这是一个线性函数。 那我肯定的，它是一对一，而且它是映成。那么，OK，我可以求它的反函数。那么，反函数要怎么求呢？我们的求法的话呢，从第一步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第一步怎么做呢？我们的话呢，先把 x 先解出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y 是 2x 加5。 来，我们看看啊，y 是等于二 x 加五。先把 x 解出来，那么 x 是多少呢？我们首先的话呢，两边呃减五再除以二，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x 是等于减过去再除二，二分之 y 减五。5 这是第一步，然后第二步就可以写答案了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话呢，就改 x y 就可以了。所谓改 x y 是什么意思呢？把 y 改成 x，x 改成 y，我们的话呢，就可以得到了它的反函数的结果了。这边的话呢，y 是等于，来同学看，这个 x 就换成 y，这里的 y 就换成了 x。 这边的是多少呢？是二分之 x 减五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所求的反函数。